到那个城里？我因为我刚到上海嘛，工作还没找好，然后疫情也来了嘛，别的也做不了。因为那天晚上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小伙子，拖着一个行李箱，骑着一个自行车，然后满头大汗的。我就问他去哪里，他说去虹桥火车站。我说我送你过去。哦，他说多少钱？我当时我直接就说了不要钱。最开始送的第一个人吧，我一个人的话应该是送了五六十个吧，有那个转红包的，有转账的，转账的我都给他退回去了，红包的我也没收，我说把好心传递下去，然后就有那些，给水啊，给面包的往车里面塞的那种，根本就没有办法，他给我往车里面扔了就跑了。全视频呈现上海。